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圣诞老人会给大家带来好运吗？我觉得扮演一个圣诞老人，对吧？啊，哎，谁知道我已经被口了，我现在。感谢我们家两个啊，谢谢。半路摇啊摇。是蛋蛋哥哥啊，在中央银行所有的兄弟们，我换了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太热了。你这样的舞女。